这个是他洗漱的地方啊。其实我们看那个德意志那个意志的胜利的时候啊，那德国人洗漱的地方也就是这些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。所以说，我倒是觉得他这个还是蛮平等的，而且洗水池它还是有瓷砖的，这边是，这是单间儿，单间儿。